互卦是很有用的，因为你既然是两个单卦合起来的一个完整的六爻卦，它中间的四爻当然就可以组合成别的一种卦象了。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尊卦，你一看就知道啊，二三四形成坤卦，本来没有坤的哦，因为合成之后你中间自己出现了三爻是阴爻嘛，变成坤卦。那再往上呢，三四五形成一个艮卦，艮卦就是山嘛，所以它才会有山林啦、啊，然后这些前面有老百姓支持你，你以贵下贱这些话统统可以得到理解了，啊，所以互卦应该是可以了解的。同学们现在的问题在于说，对于这个卦象还不太熟悉，比如我们说水雷尊，你看的时候要想一想什么叫水雷尊，水是什么，雷是什么，那这就耽误时间了啊，这有时候你就。想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讲到下一段了啊，对，所以有同学建议啊，旁边就放一张先天八卦图，随时盯着看。接着我们要看什么蒙卦，好，你看到蒙卦，水雷尊倒过来就变成山水蒙嘛。这个复卦翻过去的时候呢，有四个卦不动的啊，也讲过了，乾卦、坤卦跟离卦、坎卦不动，那怎么翻都一样啊，四个卦它是相对的关系。比如说长男跟少男就要换了，正卦一翻过去就变成艮卦，长男就变成少男，那长女跟少女就要换了，巽卦一翻过去就变成兑卦，等于是雷一翻过去就变成山啊，山啊都是男生啊，雷变成山，因为雷本来阳爻在底下，一翻过去呢阳爻跑到上面去了，雷变成山了。那巽呢，它的阴爻本来在底下，一翻过去就变成兑的嘛，等于是风就变成泽的嘛，所以你要记得只有后面四个，这没什么困难嘛，对不对？最好我们刚刚讲水雷尊，那怎么办呢？山水蒙啊，因为水雷尊这个雷上又变成山，水下来还是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现在可以看到蒙卦山水蒙啊，就慢慢熟悉了，叫做复卦，把前面中卦六爻整个翻过去叫做复卦。好，现在看到蒙卦，我们就要看一下原文了，看怎么去理解。一起念它的卦词：蒙亨，非我求同盟，同盟求我，出世道再三读，读则不告立真。蒙卦通达，不是我去求蒙昧的儿童，是蒙昧的儿童来求我。你听到这个蒙昧的儿童像这样的概念呢，你就要想在蒙卦里面哪一个爻是蒙昧的儿童，哪一个爻是被人家求着去帮他解这个蒙昧的，当然是两个阳爻为主嘛。比如说你说你要常注意阳跟阴的不同啊，阳爻就是老师，阴爻呢就是学生，我要向老师去求启蒙。好，再看初次占事告诉他结果，两次三次三次是亵渎神明，亵渎就不告诉他是一正故，我们也知道嘛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占卦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很重要，今天占卦不太顺，哎，不是我要的，明天再占一次，那这样搞你自己翻算了嘛，你不用占了、啊、占卦的时候你不要犯这个毛病啊，你第一次占他告诉你，你说这个我不喜欢我再占一次，那他就不告诉你了，等于是你对他不够真诚嘛，这也是一种原则嘛。像一个学生很年轻跑来找我问问题，我跟他讲他不信啊，他去问别的老师啊，或者反复的在问，我也没办法教，因为他缺乏这种求知的诚意嘛。所以蒙卦就讲这个蒙代表什么，尊代表万物出生的刚刚出生，蒙代表蒙昧嘛，还小幼稚园要启蒙的阶段。所以呢这边就提到山水蒙，并且山下的水啊刚刚出来的时候呢确实是很清爽，所以在彖传就提到这一段啊，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，我们一起看。看曰：蒙，山下有险，险而止蒙，蒙亨，以亨行时中也，非我求同盟，同盟求我，至一米出时告以刚中也，再三读，读则不告读蒙也，蒙以养正胜风也。最后这句话最重要，我们看这个白话，
山下有危险，遇到危险就停下来。哎，这完全是挂山水蒙嘛，看到没有？山在上面，下面是水，山下有危险，就直接用危险来说水，代表什么？要停下来啊，因为山下有危险。这就是蒙昧的状况。蒙化通达，为什么它可以通达呢？是因为它以通达的方式做到合时与中道。所以通达这个词啊，有时候不见得说你蒙化就通达，那我蒙昧怎么通达呢？是说蒙化你就要设法通达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它原来讲的文字非常扼要，你在理解的时候，你就要自己把中间少掉的字加上去。说蒙化怎么会哼呢？蒙哼，蒙化怎么通达？蒙化就是要求通达，等于是给你某种情况，你才有机会去这个超越。他说不是我去求蒙昧的儿童，是蒙昧的儿童来求我，这表示心意呢相互呼应。初次占师告诉他结果，那是因为本卦有刚毅中正之象。你看到这个刚中这两个字就知道是九二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九二在中间，又是刚嘛，对不对？它里面只有两个阳爻嘛，九二跟上九，那上九当然不能称中啊，九二叫中，刚爻在中间，九二。那么接着亵渎就不告诉他，因为他既蒙昧又亵渎。蒙昧之时可以用来培养正道，这是造就圣人的功业啊。所以这里面就是注意到什么，培养小孩子最主要是要在他启蒙的阶段，他开始的时候你教好了，一辈子没问题。你开始没教好，以后怎么教都没办法了，很吃力。所以西方哲学家像柏拉图，他活了80岁没结婚，但他讲儿童教育讲的有一段很精彩。他说小孩子啊，你要怎么害他？要伤害一个小孩子最有效的办法，就让他心想事成。你有时候会觉得太残忍了吧？我们都希望让小孩心想事成，没想到这正好是害了小孩。一个两三岁的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，他将来还能够在社会上发展吗？不可能的，他缺乏调节这种逆境的能力。他在家里面什么事情都一帆风顺，到社会上去到处碰壁啊，那他受不了怎么办？他不会快乐。所以小孩子倒不是说要虐待小孩，谁会这样做呢？就是你不能让他心想事成，让他知道说他要什么东西是否合理啊，然后呢要付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得到什么样的成果，这是蒙以养正。在启蒙阶段让他走上培养正道，他将来才能成为圣人啊。这个当然这是非常特别的观点，非常好。等于是说让你要记得人啊需要受教育，小时候是一个关键时刻。我们看大象怎么说。象曰：山下出泉，蒙君子以果行育德。他这边就不说水了，直接说泉。山下流出泉水，山代表停止的山啊，泉代表可以流出这个水。那么君子有此领悟，要以果决的行动培育道德，开始了，道德出现了。在大象里面经常透过君子来强调道德重要。64卦就有64个大象，64个大象传里面呢有53个提到君子，53个代表着极高的比例啊。所以有些人喜欢说什么易传是道家的思想，说实在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啊。易传里面你不能把大象传去掉吧？那大象传里面64卦有53卦的大象传直接说君子，并且还有10几个卦直接说培养道德，这当然是儒家嘛。除了儒家，谁会把君子放在口上？又说你培养道德，你看老子里面有没有提到君子？提到几次根本不重要，老子根本对于儒家的君子没什么兴趣啊。所以你没有必要把易传跟道家非扯在一起不可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了解，果行育德，果决的行动培育道德。你要培育道德，有时候真的需要果行这两个字，果决的行动，不能够妥协。那么这就是你要从事修行的开始。好，我们看它六爻的内容。第一个初六，初六发蒙，利用行人用托之故以往令相约，利用行人以正法也。在这里啊，初六启发蒙昧，是以用刑罚来规范人们，借此让他们摆脱桎梏，
这个字念托，说话的说，因为古时候字比较少，很多字通用啊。说这个字就有三个念法，一个是说嘛，一个是托，托托免，免托让你去坐牢，另外一个是悦，喜悦的悦，这个我们很熟悉了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悦嘛，也是写成说这个字。所以在蒙昧阶段呢，用刑罚来规范人们，是把老百姓当作小孩子，因为古时候的老百姓也需要受教育，那么他这个时候用刑罚是要让他们摆脱桎梏，在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关键的想法啊。但是依此有所前往会陷入困难。什么叫以往呢？你按照这种方式一直用刑罚，到最后还是会有困难，最好能够让他自己了解道理啊。在《论语》里面我们也提到，导正以正，其之以刑，明明而无耻，类似的观念。那么你相反的用导之以德，其之以礼，由此解格，不但有羞耻感，还能够自己走上正路。格代表正啊。那么下面说是以用刑罚来规范人们，是为了端正法纪。好，现在开始来解这到底在说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进入蒙卦，你就要记得每一个爻都跟蒙有关。那初六是刚刚进来哦，刚刚进来进入蒙卦还比较初步的阶段，愿意接受别人的指导，尤其是可以指导他的是谁呢？就在上面的九二，九二是刚中。对初六来说的话呢，他愿意接受别人的这个是启发。那么用刑法来规范的话呢，自顾啊，我们这边说脚镣手铐这种刑具，就是你目的不是为了处罚你，是为了让你将来呢不至于再犯更大的错。那么你一定要往前走的话，那就是一直这样子下去，不能够让他明白道理，只是让他用刑法来约束他，将来会有困难。初六他往上走怎么走？他没地方走，他跟六四不应。同时初六本身在哪里？在坎卦里面。你说这个桎梏怎么来的？脚镣手铐怎么来的？不要忘记啊，初六本身就是一个忧心忡忡，它是一个坎卦，坎卦代表心里面很烦恼，坎卦代表血卦，会有流血之灾啊，所以坎卦本身就有各种复杂的象征，就足以让你关在监狱里面啊，它也是强盗啊，所以坎卦也是陷阱，陷阱就好像你脚镣手铐，你被关在陷阱里面，所以初六本身在坎卦的最底下。他在蒙里面呢，就代表他等待被启蒙，他本身呢有各种限制在他身上，所以就用这种桎梏来说明。他目的说明什么呢？没关系，你只要接受我的惩罚，将来懂事的时候呢就可以摆脱了。目的不是为了处罚你，是为了让你将来可以摆脱桎梏，是为了端正法纪。所以初六这个就可以理解了，所以就是一个坎卦啊。所以有时候你说解这个卦，它里面为什么讲到又要处罚又这个脚镣手铐这些呢？一个坎就解释了一切，然后在蒙里面就说明你在第一步的阶段还有希望。那么我们就看看九二，九二显然是主爻了。为什么九二主爻呢？因为前面提到以刚中也，刚在中间，只有九二够资格，所以九二是主爻。我们再看九二怎么说。九二包蒙吉纳富吉子克家，相曰子克家刚柔皆也。注意克这个字，克这个字不是说金克木那个克，不是哦，克代表能够，子克家代表儿子能够持家，是好事。这边说包容蒙昧，九二为什么包容蒙昧？他包容谁？他包容初六，看到没有？我九二是主爻嘛，我是刚中啊，那初六在我底下，我可以包容他。但是不但如此哦，九二也可以包容六五，因为接着说容纳妇人吉祥，妇人是谁？妇人就是六五，因为六五本来是妇，妇这个字请注意，妇这个字代表什么？已经结了婚的或是年纪大的妇女称作妇啊，年轻的女孩不称妇的，所以这个妇的话就指上面的六五，因为六五高高在上，年纪也大了，辈分也高了，但他呢在古人的想法里面，女性没有受教育机会，他还是需要有人来包容他，所以这边说
容纳富人吉祥，然后儿子能够持家。这边为什么提到家呢？你看古代封建社会呢，到二的位置呢叫做大夫，大夫的才艺称为家，五是天子位，二是大夫位，所以九二提到家。九二跟六三六四形成一个互证，来了，正代表长子，所以提到子和家。看到没有？来了，九二六三六四是互证，一个正卦，正卦代表什么？长子，长子可以成家，所以说儿子可以持家。儿子怎么来呢？儿子这边是长子啊，因为我是九二跟上面形成互证，互证是正卦是长子啊，讲长子的话就代表说我可以继接这个家业，没问题。所以子克家三个字呢来自于什么？二是大夫的位置，大夫可以称家，古时候国跟家分开，诸侯称国，大夫称家，所以二的位置是大夫位，他可以成家，是因为他上面构成互证，互证就变长子了啊。本来在坎里面只是中子，他这边讲的是就上面的互证来说。然后呢他这边说儿子能够持家，是因为刚爻柔爻可以接应啊，因为九二上面是六五，并且上面两个构成一个互证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你现在说你现在知道这个意思了，占卦的时候很清楚啊。如果你正好准备结婚，占到这个蒙卦的九二，很好啊，这个结婚吉啊，将来生儿子可以这个发展家业，吉吉祥。像这就是占卦的用意啊，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明显的指示，有时候是暗示，这是明示了 啊。就说你现在说我现在占卦要不要结婚，纳富吉，那当然可以结婚了。或者说哎，最近我要生孩子了啊，这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，一定是儿子啊。如果说你怀孕了，想说你沾到这个爻，一定是儿子，因为子克家嘛，古时候是男孩子继承家业的啊，并且这个儿子呢他是可以把家发展的不错，能够持家，这是占卦的一个用意啊。所以你先把这个爻辞每一句话都了解了，你将来用的时候就要发挥这个联想力啊。所以这边我们就是把这些都设法说清楚。再看六三，一起念。六三，勿用娶女，见金夫不有功，无忧虑。相曰：勿用娶女，行不顺也。娶这个字啊，跟嫁娶的娶是通用的。他说不要娶这个女子，见到有钱的男子他就会失身，娶她没有任何好处。相反说不要娶这个女子，是因为她的行为不顺利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下六三为什么不好呢？因为六三是位置不对，阴爻在刚位，位置不对。第二个，六三是趁着九二的刚，这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九二是主爻，哎，你六三胆敢在主爻上面啊，这是你一定不顺。看到没有？阳在上，阴在下，这是好事，两个都好。阴在上，阳在下，这不好，对阳不好，对阴更不好。所以六三就很为难呢、啊。它底下是九二是主爻，尤其碰到主爻，所以这边就说了，这个六三啊，本来跟上九是对应的、啊，为什么说这个女人不能娶呢？如果说你再要不要结婚，你占到这个爻，说实在就没办法结婚了啊，也不要勉强。他见到有钱的男子就跟着跑了啊，这是古时候的这种理解的情况啊。那么蒙卦的主角是九二，上九啊也是另外一个阳爻，他跟六三正印哦。但是六三他当然喜欢找九二嘛，因为九二是主爻啊，又在中间啊，等于是有钱的男子啊。那么上九的话都快结束了啊，这个夕阳西下了，那对六三来说的话，当然会觉得上九本来是我的正印，但是我现在喜欢九二，就容易这个变心，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六三在复坤里面，空为母，为有身，衍生为自身，叫做不有功。功怎么来的？功就是我自己。我们先看第二个复，叫做复坤。六三、六四、六五叫复坤，六三已经进入到复坤了。父坤就是母亲，就是坤卦。坤卦代表什么？母亲代表腹部，腹部代表怀孕有生，有生的生也代表我自己。你看这转了几个弯啊！再说一次，坤代表腹，我的肚子，肚子可以怀孕，叫做有生。到现在还在用这个字啊，有生。有生的话，生代表我自己，宫
公就是我自己。所以这一转之后就变成是六三啊，他这个如果往下找九二的话呢，就会离开他的户坤，看到没有？六三、六四、六五是户坤，六三往上走是正的哦，上面有上九嘛。那六三他觉得说上九不好啊，九二比较好，因为九二在里面是主爻，所以这一来的话，他往下走，他一往下走就离开他的户坤，就不有他的身，就会失身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这是非常生动的啊，把两个互卦都用上去了啊。那么也再继续进展啊，我看各位都慢慢陷入迷惑了啊，说这什么啊，好像是蛮复杂的。我们现在再说一次，先给你答案，叫你找理由。将来考易经其实很容易嘛，我随便写一个卦给你，一个爻给你，你把理由说出来，他为什么这样写？你每一次都要有着落，你就尽量想他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，有各种方式，其实很好玩。啊，好像这个玩游戏一样啊。好，再看六四，我们今天六四困蒙令相曰：困蒙之令，独远时也。困处于蒙昧之中，有困难。你看六四在整个卦里面当然是中间啦，三跟四在整个卦的中间嘛。那你困在蒙里面，当然是走不通啦。令代表有困难，但它后面说明了你为什么有困难呢？因为只有你远离了刚爻。各位看一下。这六个爻，初六有九二可以靠，六三跟上九正印，六五呢跟九二正印，六四落单了，看到没有？六四呢往下跟初六不应，往上没有六五，它有六五不能靠，所以六四呢是只有它跟两个阳爻一点关系都沾不上，所以六四就有困难，就是说它困在蒙昧里面，没有人理它。在蒙卦里面一定需要阳爻来开导这个阴爻，那六四这个阴爻呢，它根本就怎么靠都靠不上，往上往下都靠不上，所以它是只有它离开的这个刚爻。好，那么再看六五，有的爻很简单了，不用太复杂啊，它就是两三个字。你看下一个六五，同蒙吉相曰：同蒙之吉，顺以巽也。好，同蒙来了，我们讲小孩子不懂事就是同盟，哎，六五是同盟，为什么？在蒙卦里面啊，你是五的最高的位置，你居然是阴爻，阴爻代表说你没有实力，你还需要别人给你解惑，他找谁？他很好，他为什么急呢？你只要知道自己是阴爻，没有这个实力，你就靠九二嘛，对不对？代表什么？你没有实力没关系哦，你要了解局势，所以六五他是同盟反而吉祥，因为它有九二可以靠，并且再进一步它有上九可以靠，看到没有？六五往上靠到上九，往下跟九二正印，所以六五没什么好怕的，所以它变成吉啊。虽然它位置不是很好，所以后面就反而说蒙昧的儿童是吉祥的，因为它以谦逊来表达顺从，顺以巽也这四个字啊，是以巽为顺，用谦逊来表达顺从。那么我们要解释的只有爻辞哦，象怎么说我们暂时不要管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边说哎，你这个巽怎么来的，巽明明是巽卦的巽啊，它也代表谦逊啊，那这个巽怎么来的？你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去求的话，你可以这样讲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画一个这个山水蒙，好，这蒙卦六个这个位置，解卦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将来也会用到，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你问这个问题，你要把它变爻变过去，这叫做巽卦，知道这意思吗？你现在讲的哪一个爻，它不是阳就是阴嘛，那它怎么解释呢？就要从它的变爻来看，把它变成另外一个爻，阳变阴，阴变阳之后它是什么卦，它可以给你一些解释，它从这里来的。但这个就讲的比较复杂了，因为弄到最后变成是没有路要找路走啊，知道这意思吗？因为你前你别的不要变了，因为你现在正好讲到六五嘛，那你怎么说这个巽怎么来的？那我告诉你，六五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知道你有时候占卦看到六七八九，六跟九要变，为什么？那个变爻就是你问的问题的答案就在那边，哪一爻动的啊，变爻就是动爻，哪个爻动的代表你问的问题啊，答案就在那个动爻的地方，动爻就要变了，变了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卦，不同的卦嘛，任何一个爻一变就变成新的卦了
啊，所以你现在说巽怎么来的，你一定要问我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因为你问的是六五，六五要变，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，可能巽卦、巽脏，但是这个可以参考，不用太放在心上。可是你这样一讲的话，就变成越来越复杂了啊！你规则不怕多了，但是要有道理啊！你这个以能够越少的道理，可以解释的越多的事情，这是越好的东西啊！所以这是六五，六五基本上没有问题了，因为六五本身呢、啊，他一定是能够谦虚嘛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实力嘛，毕竟有两个刚爻、阳爻都做正印，六五这个同盟是吉的。最后结束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上九吉蒙，不利为寇，利欲寇，相曰利用欲寇上下顺也。强盗来了，强盗是什么？山水蒙啊，那个水啊，对，感卦就是强盗啊。上九吉走蒙昧，什么意思？上九是本身是阳爻，它有实力。蒙卦到最后的时候，当然代表蒙卦结束了嘛。那蒙卦结束的话，我上去就把蒙昧给赶走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不是一座强盗，是以抵抗强盗啊、嗯、这当然是抵抗强盗啊。为什么底下那个下卦是坎卦是强盗嘛？那为什么提到抵抗强盗跟做强盗呢？因为上九跟六三正印，六三会把它带上来。各位看到上九跟六三正印的话，六三带上来就是一个强盗，因为六三底下那个坎卦就是强盗啊，所以上九本身呢是一个抵抗强盗，就是我这边有实力，我不让你过来啊。所以六三为什么困难？你看说六三的时候，勿用群女见金夫不有功，上九其实也不愿意他过来，他也知道他没那么听话的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他就不适合做强盗，适合抵抗强盗啊，就是上九他要抵抗，让你下卦这个上不来，毕竟他已经他自己到结束了，打击蒙昧代表蒙卦结束了。那么这就是你看他怎么说，利用欲寇上下顺也，是因为上下相顺啊，上九跟六五啊相顺啊，至少有六五在支持上九，他们两个配合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你如果占卦占到这个卦，代表什么呢？不利为寇，利欲寇，代表你做生意呢是以守不以攻，是以防御强盗。做生意有时候做亏了钱，就跟被强盗抢走一样。我每次买股票亏了钱，就好像钱被抢走一样啊，代表什么？你不适合当强盗，你适合抵抗强盗，不要投资了，收敛一下，保守一下。好，这是蒙卦啊，现在大家慢慢就熟悉。其实我们学易经啊，前面几卦各位会觉得比较不熟悉嘛，所以会觉得好像很辛苦，想得很难，就是没有那么快转过来啊。那么不要着急，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，不学一定不会嘛啊。后面就越来越顺了，要相信我的话，你这个到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，哎，就觉得哎，开始越来越顺了。并且六十四卦有时候念到最后啊，我的经验是到第四十五卦以后啊，那真是尸老兵疲啊，每个人都觉得几乎撑不下去了啊，已经三十九还没完还没完，等你受不了决定不念的时候，已经到第六十四卦了，从一年完了那么这是看谁要能够坚持下去啊，既然参加了，那就一定要努力坚持，这种坚持一定值得啊！各位才上了第一天的课，就已经有这种感觉，知道说这个学下来之后呢，确实是这个对于人生的各种情况的了解，确实比较完整、比较深刻。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。因为九二基本上第一个在中间，只要在中间的那就是好谈了、啊、在中间的很少有凶的，有但是很少，在比例上少得很，真是六十四卦里面叫九二的凶的数出来几个而已，大部分九二在中间就没事。那六三跟九二位置都不好，但因为九二在中间胜过他那个所谓的位置不好的问题啊，中胜于正嘛。那么这就是当位，那九二跟六三都不当位，但因为九二在中间，所以没问题。第二个，
他在蒙卦里面就要问，那谁来启蒙，谁被启蒙，阴爻都要被启蒙，阳爻都是启蒙别人的。所以你看上九可以集蒙，九二可以包蒙，包容这个蒙昧，他可以帮助别人。九二跟六五正印啊，所以他这个纳富集是没有问题。你看他本身又有初六可以去奉承他，又有六五跟他正印，他在中间，所以他都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六三不一样，六三位置就不好了。第一个三在边边啊，我们也说过三跟四问题多了。那他是六三阴爻在刚位，他站不住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他本身啊，往上还是往下呢？左右为难。往上的话找到了上九，固然是正印呐、啊，但你离开了主爻九二啊，你当然希望说能够跟九二那么近，回头找他。但是你对九二你称刚哎，你称刚你不知道吗？你六三在九二上面，你怎么坐得稳呢？别你一旦找九二的话呢，离开了你的戊坤，戊坤就代表什么？你失去了自己嘛，不有功啊，刚刚讲过了，失去了自己。所以这一来的话呢，这个就是九二跟六三差很多。我刚刚说过了，他都是先给你答案叫你找理由嘛。你要问周文王的，你问我没有办法回答。你要记得这一套叫做密码，这套密码呢他就是把答案写在那边，那你看你怎么去操作。你去占卦的时候呢，你怎么知道你占了哪一爻？你不知道。占卦各位都有这个筹策，回去有空看看占卦的方法。你不可能选择你要什么，你占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这个时候你只有针对你所占到的这个爻上面写什么，老老实实的去想，在你这个情况谁是谁，谁是谁。我如果占到九二的话，在这里我就要问纳富集，这个富是谁呢？啊，我明明都已经结婚了，难道还要纳富吗？那这时候就要想说，哦，恐怕是有别的人类似的情况，哎，你帮他忙，你因为你这边讲包容蒙昧嘛。你不要把它想成死的，非要再取一个什么不可，那不行的啊。子克家代表什么？要看你问什么问题。比如说你也可能问说，我最近财运如何，我问财运啊，弄到纳富集代表什么？富也代表财，因为女人会守钱的 啊，所以纳富集代表什么？我现在买东西一定赚钱，是这样来看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个年纪我不可能张口说我要问婚姻，我怎么问的，是不是？我当然是问我最近财运如何，但碰到纳富集子克家是好的，因为吉这个字出现，你不管占任何问题，你就先看它后面有没有吉，有没有凶，有没有什么字，这个字就代表你要问的问题一个最后的一个答案，然后你再找相关的线索啊。比如说哎，我的孩子那么小，将来有没有出息呢？一看子克家没问题，他将来可以继承家业，真的好了啊。那你如果占到六三的话呢，就要小心了啊。六三即使你是做生意，说我现在沾生意怎么样，沾到六三见金夫不有功，你就要想我是不是做生意做这一行做一做，看到别行不做我想转行了啊，看到别人发财我想跟着去做了，这见金夫不有功，从这边来看嘛，知道这意思吗？哎，所以我们不能问说他为什么这样写，我们只能问说他这样写的，我们把他这样写的理由找出来啊。我不能问他的答案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问说我的理由找得充不充分。学易经就是把理由全部找出来，就代表你懂了。你说这个找出来干什么？找出来之后你将来解卦的时候呢，你的线索就很完整，你看一个问题就不会只看你选择的部分，你就会看全面，每个字都可能有暗示，你不要忽略。九二的互卦是一个正卦啊，因为子克家嘛，它可以是正卦，是一个可以继承家业的长子。六三的时候为什么光讲他那个互坤呢？他也在互正里面的，没错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个互卦都是作为参考的啊。他要取哪一方面的卦来理解的话，他有他的自由，我们只负责解释，说我现在给你很多解释的方法，你要用哪一条？这不一定的，
而不是每个卦都用一样的方式说，哎，这个卦你既然用了类似的，那你下一卦也要这样用，不行。像你刚刚问的就很清楚，在九二就要用到互震，在六三就要用到互坤。那说六三也在那个九二的互震里面啊，说实在你真的要这样问了，我就可以说那互震里面既然震卦不是最主要，是第一个阳爻才是主要的代表震卦，这样也可以讲得通吗？知道我意思吗？啊，那你那个什么六三啊已经是震卦互震里面的第二个爻了，它没有什么代表性，这样也可以讲，只是这样讲就是太细了，到最后你又碰到跟这个不同的怎么办，又很难自圆其说了。所以我们这边只能说互震互坤这些啊，这是给你参考，那哪个爻怎么用，他就说他可以有某种选择性。因为现在没有九五嘛，所以你说刚中的话就是九二，在其他地方你说刚中如果有九五当然是九五啊，因为九五是阳刚，阳爻在这刚的位置，刚中是九五最标准的。一般讲六二或是六这个六二的话呢，或是九二，这个用刚中的例子相对的是很少的啊。那么如果是六二的话呢，就是柔得中，他就会说柔得中。那六五也可以说柔得中，阴爻得到中间的位置啊。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他写出来刚中，你就要看是哪一个，不可能有，因为六五嘛不是刚中嘛，那九二是刚中，那代表九二它就是代表使这个卦成为这个卦的主要的原因，它就变成主爻。所以找主爻有一些很清楚，因为它在卦辞跟彖传里面说的话在它的爻辞里面重复，那就代表它是主爻。但有时候你很难找，有时候一个卦里面有两个可能都可能是主爻，这是将来有机会再说啊。也是其实这不知道什么卦什么爻是主爻也没关系，因为你解卦的时候还是看哪个爻动了，哪个爻就是你问的问题的答案，跟他那个主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主爻只是帮助你理解这个卦为什么成为这个卦。一般讲先天八卦说是伏羲画的，因为他那个卦呢，你看上有天下有地，左边这个火水或者是这个月，它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，在北半球在南半球在什么样都一样，这先天八卦图代表它。什么叫先天后天呢？先天代表说不受人类经验的影响叫先天，后天是人类经验去干扰的一个结果叫后天。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这种话嘛，说这个人先天这个不足后天失调，那先天就是生下来那个条件叫先天嘛，所以先天八卦图呢用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效，但是后天八卦图不一样。后天八卦图一般认为是周文王他们所画的，周文王在西边嘛，你说古代的这个商纣王在中间，周文王在西边啊，岐山那边，所以他们在画八卦的时候就用后天八卦。所以你看乾卦在西北，坤卦在西南，本来北跟南一个天上一个下，他为什么偏在西边呢，西北西南呢？因为他们在西边的诸侯嘛，他就以自己这个衡量，他衡量方式不一样，那他看的时候觉得说东边是这个草木生长啊，正卦太阳从这边出来的，那南方是热的，这就构成了后天八卦了啊。所以这个是按照这个，你只要记得先天八卦图在应用的时候只作为一种像是招牌一样的，一般讲趋吉避凶啊都是贴个先天八卦图，反正任何地方都有效。后天八卦图呢它是跟五行配合，你想五行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后天八卦，相生相克啊，构成一个系统啊。然后后天八卦在汉代之后的应用比较多，像我前面念的口诀啊，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啊，这些都是汉代以后发展出来的。我们学易经啊，对于后面的发展我们表示尊重，但是这里实在不可能深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后面的发展，你先把这个基础掌握住，你将来到后面发展的时候你至少知道它原来是什么，然后你再找机会去学。
中间的位置啊，就是二跟五嘛。啊，你说中位应该是当位，当不当位？当就是应当的当啊。当位就是初三五是奇数嘛，适合阳爻；二四跟上是偶数，适合阴爻。一个阳爻在初、在三、在五叫做当位，阴爻在二、在四、在上叫做当位，所以当位比较容易了。你只要算它是哪一个，所以你可以念呢、啊：初九、六二、九三、六四、九五、上六，通通当位了。这什么卦呢？这叫做这个水火既济，全部都完成了。第六十三卦叫既济卦，真的有这个卦哦。啊，从初九、六二一路上去，这个水火既济。水在上，火在下，通通这个正确的位置。那么相应的话呢，就是下卦跟上卦相应，它是相对的位置有关系。初跟四，二跟五，三跟上，叫做相应。啊，相应就只有这一种啊，相对的位置。相避呢，避就是避邻而居，我们两个做邻居，所以相避就代表两个连在一起嘛，那你就有两个邻居了。上面一个下面一个，除非你在初跟上嘛。那这个两个邻居的关系呢，就看你是本身从你自己来看啊，你是阴爻还是阳爻。你是阴爻的话呢，最好上面有阳爻，最好下面不要有阳爻。因为你我是阴爻，底下有阳爻，我变成秤钢，我骑在钢爻上面，那个是很不稳的啊。像这边我们说六三为什么不好，六三对九二秤钢啊，当然不好。那么初六为什么比较没有问题，让你可以摆脱桎梏？为什么？因为初六它是对九二，它在底下嘛，对不对？我在阴爻，你是阳爻，我奉承你，这就是没问题，叫做比，比代表比邻而居啊，这个比啊，所以比应啊，这个称臣啊，这些都是基本的术语啊，讲一遍就可以了解了，没问题。现在当然还谈得太早，哪个摇动的，就将来占卦的时候呢，各位手上都有一套这个筹策啊，这是特别制作的。那么占卦的时候有一套方法，占卦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四个数字六七八九，你现在恐怕不太知道怎么回事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反正就想着将来你占卦出现六七八九，六跟八就是阴爻，七跟九就是阳爻，因为偶数就是阴爻嘛，奇数就是阳爻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你占了一个卦啊，我们现在就拿这个蒙卦来说，蒙卦是这个，我们刚刚讲蒙卦啊，因为山水蒙，我现在把它画出来啊，山水蒙，这个肯定是什么呢？这是八，这是七，这是六，这是六可以啊，这是八，这是九，我这样随便写就代表它是一个蒙卦。为什么？八是阴爻，七是阳爻，六是阴爻，六是阴爻，八是阴爻，九是阳爻。所以我算的时候只有六个数字哦，六个数字一出来我就画出来，哎，山水蒙，我就知道是蒙卦。好，问题来了，那我要看哪一爻呢？就要看六跟九。有六跟九啊，老阴跟老阳要变，你就把它圈出来。圈出来要变什么意思呢？阳变阴，阴变阳，所以变成新的卦，我再把它画出来一遍啊。好，六变成阳，看到没有？阴变阳，六呢阴变阳，八不变，九呢阳变阴，变新的卦。这什么卦呢？雷风横，横卦，第三十一卦，横卦。所以你从蒙卦变成横卦，要看你问什么问题了。好，这整个卦你先看大的形势，就是说你问的问题啊，大的格局是从蒙卦变成横卦，但是你要问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我要问的呢，你就发现有三爻变，三爻变就比较麻烦了，又根据朱熹的解法。三爻变的话呢，要看本卦的卦辞，注意哦，还不看爻辞，因为你三爻变变太多了。三爻变代表三爻变，三爻不变嘛，对不对？代表各占一半，那就要看蒙卦的卦辞，就刚刚讲的啊，这个第一次问给你答案，第二次再三再问就不给你讲答案，蒙以养正这些啊，就比较笼统。那好了，这是这个蒙卦，我们现在讲一个只有一爻变的，八不变，七不变，看到没有？六变，因为你这边八七八八七这些都是跟原来的一样，所以底下还是一个水，上面是火水，火水叫做未济，最后一卦的第六四卦的啊，水火既济，火水未济，这个卦很特别啊，每个爻都是不当位，你看
二四象都是阳爻，这是未己卦，就最后一卦。你翻到书上第六四卦就是未己。好，未己在什么地方？你是蒙卦到未己卦，你先不管，你就看这个，因为只有一爻变就很清楚。你问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八七八六八七的话呢，只有这个是六，那你就看。你问的问题就是蒙卦的六四，那你就看呢、啊。啊，蒙卦六四困蒙力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现在目前的情况是困在一个情况里面，力代表困难，又有困又有力，你要问的问题肯定是行不通，你就要收敛。所以你要问的时候，就是看你占卦的时候出现多少数字。有些人占卦六个字都是这个什么七跟八，代表你要问的问题啊没有过来的发展，这个答案就是答案。所以我们占卦的时候，有时候只有一爻变，像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六，那最容易了。为什么？一爻变嘛，就代表你要问的问题很明显，就是一个爻变了，答案就在这里。这叫做变爻或者动爻。那占卦的时候呢，前面这个叫本卦，就是你占出来之后你要问的问题啊，叫本卦。后面这个叫支卦，这是术语啊。支卦就是支，就是往哪里去嘛。本卦就是你本来的卦，所以有本卦有支卦，支卦就是去哪里，代表什么？下一步的变化。所以你要问的问题它基本上是本卦，以后就变成支卦。比如说我现在问这个问题是蒙卦，困蒙利，我知道的不好，但是呢将来就变成未己，代表事情还是没成，未己代表事情还没成，所以你不能着急。解卦方面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同学们今天第一天上课也是很辛苦了，尤其是第一次学易经的同学啊，这个我要对你们表示敬意啊，然后有耐心啊把它上下来。那么明天还有一天的课，我相信两天上下来之后啊，你就开始慢慢熟悉啊，已经这个。